大家好，我是酷奇。等了好久的文字游戏啊，终于出了 demo 版，这算是近期啊看到最特别的吧。游戏的呈现方式呢，就是用文字，然后一些符号吧。你看右下角，加入愿望清单，感觉就很有趣。那我们就来开始一下冒险。我开始冒险，到底会是怎么样啊？我睁开眼睛，天亮了，外头传来鸟儿啾啾叫的声音。这是我的房间，有一张床，床边有一盏灯，灯下有个茶杯。这是我的房间，墙上有一幅画，旁边挂着外出用的大衣。今天是我正式成为勇者的日子，是勇者的背景啊，没时间这样子了，赶快开门出去吧。我在心里对着自己说，并举步向前。哦，这个是我，哎呦，好可爱。门在哪里？该不是这个门吧？哇，好特别。房门外呢是一条长廊，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我还是从那个门进来的。哪里有长廊？黑漆漆的，空荡荡。Oh my god！ 哇，上面这样子对比，就像长廊一样哎。不远处的长廊呢，镜头隐约可以看见火光闪动。除了一步步向前迈进，没有其他办法，所以我就往前走就好了吗？前进的不二法门肯定是大步跨越，怎么跨呢？大步，等一下，大步要怎么？哎，步伐怎么变大？有其他的按钮吗？哦 ，Shift 可以加速。但跳不到过去，有设定吗？跑步互动，肯定是大步跨越。等一下，啊，还不是走门吗？骗我！哎，这是我房间呢。哎，我推开门，这里是我家的起居室。房间的四面墙壁啊，都是用厚实的红砖所砌成。左边有座火炉，有；右边则挂着一个咕咕钟。咕咕钟，那个钟字好像斜斜的，哎，有在动哎，果然是咕咕钟。身侧呢还有一个桌椅，桌椅的旁边还有一张纸。房间的四面墙壁啊，都是用厚实的红砖所砌成。奇怪的是，四周连一扇门都没有。我想起调查的方法，对着东西按下空白键就可以了解更多。离开房间的出口，或许就藏在其中啊。又是这个我吗？来看一下好了，这个纸很在意。上面有写什么？嗯，捡起桌上的纸条，上头写着：觉得困惑的时候，按下ESC， 好好审视一下吧。不知道是谁留下来的，应该是作者吧。但总觉得这个好建议呢。我们先不要，我们先来看一下钟这里。钟面上印的是温什么斯王国的标记，那是历法诞生之处，总有一天要去拜访的。这个心愿一定要好好的收藏在抽屉里。有抽屉吗？然后这个炉呢？炉上面的那个东西也会动。诶，欧菲士王国制造的壁炉非常耐用。偶像有重要的事情，诶，就桌上看一下好了。哦，椅子呢？不知道是谁从那宾格王国带回来的纪念品，坐起来很舒服，但是不能坐太久。桌上的行事历提醒着准时前往集会所。啊，对吼，是那个年代了。嗯，工作时常用的写字桌，抽屉里嘛，整齐的排列着五花八门的文具工是什么？文书工具。可惜啊，接下来大概有一段时间不会坐在桌前了。特别的桌子吗？都是一样的。桌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墙面呢？只是一面凹凸不平的砖墙。嗯，等一下哦，对着东西按空白键就可以离开房门的出口，难道是这里？一个凹凸不平的砖墙，难道对凹凸按键吗？哎，好好奇哦，总觉得有一些蹊跷，好想要自己找出来，但是好难找。抽屉里难道是这里？也不是，我们来听一下提示好了。我想要个提示，四处看一看，一定会有出口的。我想要再一个提示，出口大概就在放纸张的地方吧。哦，为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再调查一次好了。嗯，啊，又是这一个门，好烦哦！所有的门几乎都可以按啊，
那是什么？这是那树木。晴天，蓝天，白云，绿树，小狗在跑，鸟在叫。这里是永远和平的勇者之村。隔壁人家养的小狗啊，一如往常的对着我笑，好可怕。家住在广场上的鸟儿拍拍翅膀，绕着我唱歌。这狗狗可以，它望出来耶！你看，这只狗是从哪来的呢？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哎呦，汪！我说汪汪叫要做什么呢？汪！一个汪字出来了。糟糕，好有趣！是空伤民啊！哎呀，踏着坚定的脚步啊，我来到了勇者大街。终于来到这一天了，吟游诗人和我约在集会所。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你要去集会所吧，沿着路往前走就是了。农，说出口的字句好像吹风一吹就会散开的云。功呢？记住一件事情，易盛气而不易于盛气。啊？是色情的吗？伤呢？买个勇者徽章算你八折没钱。明，大家都会在未来等你，别担心，出发吧。这是明要跟我说的话吗？将，见过伯德了吗？他这个有耐心的好导师。出。勇者没有那么好当啊，再装下去都不像了。哎，我发现啊，这上面写说堂，这个是食堂吧，然后这个是维修站，好像不能进去耶。我们先去集会所好了。义呢？所谓的旅程其实不过是预先写好的结局，不过是义啊。哎呦，在他走向集会所时，突然一阵天摇地动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难道是地震？地面摇晃虽然十分剧烈，但却没有持续太久。尽管如此，街上的人们似乎惊魂未定，有吗？看不出来。先进来吧。到底集会所里面有什么呢？哇，好不方便看哦。那个盆和花是……关上门，门旁的花盆就倒了下来。环顾四周，集会所内的家具也东倒西歪。有吗？看到砖墙上一道道裂痕，我这才想起大概是刚才的地震所造成的，可真是严重啊。哦，墙还有片呢。诗人先看了看我，接着看了一下四周，对我说：勇者，你先帮忙整理一下集会所。赫伯，我要怎么整理呢？我对着诗人点了点头，却不知道该从何下手。诗人猛烈地拍一下脑门，瞧我这记性。你瞧我吗？诗人掏出了一个小瓶子放在我的手上，接着说：身为勇者，旅途中难免会遭遇到棘手的状况，有时候是毁了道具，有时候可能是走入死胡同，这就是安度药水派上用场的时候了。只要你……他突然放低声调，缓缓地说：念珠那道正确的咒语，就能够让一切重新来过。那就是抗咒加地。靠，是不是一种神秘而古老的语言？这不是……哎呀，好可怕哦！这不是上一步吗？上一步。哎呦，霎时间啊，世界天旋地转，地板与墙面扭曲如漩涡。正当我努力的想要站稳脚步的时候，异变就结束了。太棒了，勇者干得好！诗人微笑的说：“那么就让我们继续完成本来该做的事情吧。”我大力的点头，藏不住心中的激动之情，我也蛮激动的。众人等待已久的这一天，如今终于轮到我了。很好，你就是当今的希望，了不起的勇者。伯龙绝非等闲之辈，你得做好准备。诗人说：首先呢，你必须先前往铁布食堂以及维修站，收集贝克斯贝斯之剑、杜尔手套以及四面头盔，磨练文字能力。磨练文字能力，是说我要收集更多的文字吗？引进魔龙城，解救众神。啊得，我说，原本这么简单吗？啊嘞，不然你以为很难吗？诗人冷冷地说：“你是诗人吗？而且啊，理论上安度药水还可以用非常多次，你应该不需要在小地方过度操心。”诗人说：“这应该是我解谜的一个手段。”诗人稍微清了一下喉咙，继续说下去：“总之啊，勇者要挺进魔龙城，解救众神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就从学习扯啊，那个刚才有说的圣器，去吧。”诗人扬起手说：“就在隔壁而已，太近了吧？完成相对应的试炼呢，取得一组勇者的圣器。”当你通过三项试炼，就是旅程展开之时。看来这次的 demo 应该是取得三个试炼。哎，好想随时看一下那个扛住加 Z 哦，按一下好吧，我们按一下就好。
回到上一步哎，原来如此。对，像这边基本上应该是不用的，不过他说隔壁耶，隔壁是右边还是左边？啊，不行，是维修站吧？嗯，还不用吗？哎，可以进来吗？也不好，先来这里看一下。走进铁布啊，果然看到墙上挂着琳琅满目的兵器，但是我心里很清楚，贝克斯贝斯这支箭不在其中啊。勇士来了，这么早？说话的人呢是博德导师，听他是爽朗的语气，大概不会给我太难的试炼。我刚才又将贝克斯贝斯之箭仔细的擦过了一遍。博德说试炼也已经准备就绪，就等着你来呢。博德拉开了货架后方的暗门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我乖乖的跟了进去，踏入一片黑漆漆的空间。这个是我，那个是火，在一片黑暗中呢，一丛火焰悠悠燃起。这个火真的是哦，借着微光，仿佛能够一看一条石砖道，以及远方的一座山丘。这火真的超阳春。忽然间啊，一座座火炬被点亮，远方的十种山丘也清晰可见。我是剑欸，面前出现一对石块堆成而成的小丘，石丘上插着那把贝克斯贝斯之剑。如果传闻说的没错，有了这件圣器，就能够删去不怀好意的字了。去吧，拉剑！我轻轻拔起贝克斯贝斯剑，感觉意志力灌入体内。他进来了，圣剑贝克斯哦，好烦哦，又称为蒂利特之剑。博德那个明亮的嗓音回荡在黑暗之中。你在哪里啊？按下删除键就能砍除不该有的存字。拿起圣剑，斩去你心中怀疑的害怕吧。思索如何完成指令，我再次举起圣剑。掌握这个沉重的剑身，我停下了身体的战斗。啊，删除键是这个吗？哦，那就是要把这个删掉啊，不是吗？斩去你心中的怀疑和害怕。这个战斗是不是啊？也不是。嗯，按下删除键，便能够砍除不该存在的字。拿起圣剑，砍去你，不是你是我吧？也不是吗？心中也没有这个心中吗？也不是。嗯，是要砍哪边啊？停不下身体，停下，停下吧。Yes。天哪，这设计的好可爱！斩去心中的害怕是成为勇士的第一步。博德十分满意的说：“在而后的旅行中呢，你终将面对无数的文字。天哪，有的无法撼动，有的蓄含恶意，有的则是深藏转机。”而作为四只勇者，天哪，四只勇者看起来好怂。你的责任呢，就是找出那些转机，并以圣剑的力量将命运改写。如果你是真正的四只勇者，必定能够从以你手中之剑开创出一条道路的。就在下个瞬间，火炬全部熄灭，石丘开始坍塌，地面也开始剧烈晃动，黑暗与失重感同时袭来。哇，看来这个店要倒了。不断的往下掉，好可怕！但我不能做任何事耶，不知道我还坠落多久。我这是要死了吗？我下面那两个像脚脚，像抖来抖去。一滴，我脚像废了吧？啊，我在哪里？嗯？我睁开眼睛，晶莹的岩壁围绕着四周。我惊讶的发现自己竟然没摔死，而这里似乎也没有，似乎没有一条的缝隙哦。等一下，我惊讶的岩窟，除非有一些多余的结构，嗯，除非能够找到一个小地方。等一下，这边有点可疑。我觉得会不会在这边的字里面啊？似乎有一条，在哪里呢？
我要自己展开线索了。哦，右边。哦，这是史莱姆。在洞穴的另一头有几只史莱姆，他们似乎察觉我的存在，不妙了。史莱姆不断冒出，如满天飞舞、闪烁的火焰，是红色的。呀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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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爱哦，可爱哦！你砍吗？我砍看看哦。啊、不能砍。等一下，不断的冒出，不能动哎。不断的，我可以砍吗？我可以砍看看啊！不能，不能，好硬哦。不断的冒出如满天飞舞的火焰，在这里吗？我可以跟他们讲一下话吗？不行耶，靠嘞，我死了，不能讲话。再看一次，史莱姆不断的冒出哦，转机也在眼前，危机也在身后，危机已经在身边了。怎么办？史莱姆不断冒出如满天飞舞闪烁的火焰，不冒出吗？史莱姆盘踞洞窟，没有要撤退的迹象。还有一个盘踞，有要撤退的迹象。快退吧，你们！游戏，任凭剑姬在洞里轰轰作响。对敌方一筹莫展，敌方啊！天哪，这个游戏真是服了中国人啊！这个好像不能翻译成外文哎。史莱姆们扭动了粘稠稠的身体跑来了，这个眼前的画面不是很舒服。这样对吗？这眼前的画面很舒服，也不能啊，要删一个字而已啊。是很舒服，看着好想要安稳的睡上一觉啊。这不会是死了吧？太过分了！所以不是这样子，扭动着黏稠稠的身体跑来了。眼前的这个画面不是舒服吗？不是，不很舒服，也不是。还有别的讯息吗？是人们扭着、扭动着黏稠。黏也不是，黏稠的身体跑了。这个超听话的，挡路的史莱姆啊已经跑光，赶紧把握机会离开这里吧。离开离开。啊，终于出来了。啊，这里好累哦，不过拿到一个能力耶。原来啊，心念上的一个微小改变就能够让世界截然不同。牵着文字中的邪恶成分，就是勇者的责任。我默念着博德的教诲，准备前往下一站。下一个是食堂。食堂是什么东西？有点忘记耶。走进食堂，看见导师伊达克利，伊达利克刚吃完一大盘咖喱。我走三步，并作两步向前，有礼貌的向导师鞠躬问好。先生，不必来这套。伊达利克看都不看我一眼，说。你要是有真本事啊，就快快戴着杜尔手套出发。哼，但你没本事的话，他冷峻地说，老夫啊不会好听话，无用之人不配成为勇者。我勉强控制了双脚，用力待在原地站定，点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，对他说，大丈夫，蒙呆奈。这才像话吗？伊塔立刻的表情像这样放松了下来，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，说，那么我们来吧。伊塔利克将左手举在半空，轻巧地打了一个弹指，四面景象突变，转眼已不在食堂，却不知在何处。勇者，虚无中传来伊塔利克的声音，他对我说：“抬起头，你看到了什么呢？很大，好大，我 好大，但我说实话，很好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大就好了。”那现在呢？看到那个了吧？哦，我点点头，惊奇地看着这出现的圣器。带上他试试看吧，伊塔利克说。手套吗？到底刚看那个巨大东西是什么呢？可手套我要怎么戴上去啊？我戴上了吗？这样就好了。
找出该被翻译的文字，向方向键推动文字看看吧，展现出勇者该有的觉悟。这在一步之遥，不知该如何使用这个力量，又该怎么样承担责任。我犹豫地向前踏出了步伐，勇者的觉悟不言自明。知道吗？不犹豫，这样吧。哦，好有趣哦。这份觉悟够清楚，但这样子算是勇者了吗？谁知道你是不是碰巧蒙到？你最好再进一步发挥。不相信自己能够承担责任，东晋留下一丝遗憾。嗯？当文字不小心陷在死角时，用 Alt 来加方向就能够拉回。好，我看看哦，别的文字可以拉吗？别的文字并不能拉。好，我看一下。我知道，不下一丝流。啊，这个意思哦，不留下吧，我不留下一丝希望，这样如何？我正惊叹着这个手套的威力，突然觉得有点晕，这才发现空气中弥漫着不自然的香气。别太得意了，勇者，你还得看看你的本事呢。你先休息一下，等会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老叶，你要干嘛？我的第一次。惊醒过来时，哎呦，在牢笼里耶，除了一张破床，那破床不用写破吧，什么都没有。更麻烦的是啊，连圣剑都被没收了，只能用杜尔手套想办法了。应该拉出去吧。牢，破床吗？墙吗？破墙呢？我破墙。不知道哪来的力量撞破了墙。啊，外面有御守。毫无意外，又是一个牢房。坚固的牢墙、上锁的门，还有认真的御厨。嗯，好。右边那个家伙用汤匙凿了十年，也就在窗户边挖出一个小洞而已。来吧，我们继续破墙好了。再来看一下，他说他挖了十年哦。哎，你以为你应付得了外面的人吗？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。来，我们继续破墙。哦，但上面有点不大一样哎，这里有。牢这边好像有个空。喂，闯进别人的房间干嘛？你看到这边很多事要忙吗？我想要看看破牢可不可以？牢我，牢破我吗？不行，不是这样子。等一下，他这个字好可疑哦。不墙户不牢不户窗户不牢啊啊！窗户不牢吗？真的假的？是这样子 ？Oh my god！ 太有趣了吧！一扇不怎么牢固的窗户，外头传来一阵风，窗框边掉了下来。天哪！啊，但是这里。外头传来一阵风，掉了下来。一扇啊、哦，我要找门是不是啊？房间，我记得要找一个门呢。你有讲过门吗？啊，门有门。啊，但不能呢。不行，没有门字。刚有讲到门说，找了十年。这里也没有门，刚你有说门啊，你为什么要中途啊？啊，怎么办？一扇铁门、啊、我可以用别的能力吗？我的能力还有吗？没有了、欸、这里有点难。然后也拉不出字来，也不能推。
我觉得应该还有东西可以推。不用爱字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嗯。破，破有办法连吗？没看到这边很破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啊，不过还留一个破哎、欸，感觉这个破应该有意义啊。嗯，但好像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跟旁边的讲一下话好了。开得了门？这边最破、最破认真的人是吗？啊，我的字不见了、欸哦，还在还在。哎、欸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想听一下那个他们的建议。留着破床，嗯，有点难的，听一下。然后找个提示，拜托了。开门的道具，再找个提示。窗外的文字，这我知道啊，在这。能够打开门的就那个东西了吧？这个东西就好了，不行。能够打开门的就那个吧。能够打开门，啊，果然是破门嘛！但破门他会抓住我哎，等他过去一点好了，好很危险。直接出去的话会被抓个正着。嗯，会不会抓个正着？该不是要他的通字吧？等一下，最果然是这个字，最不认真怎么样？啊，但有点难推耶。哎呦，好有趣，谁会这样想啊？来，最不认真。Oh my god， 那是可能的，随便啦，他走了。一边悠哉的离开，耶、yeah! ！这边意外的想好久哦。等等，圣剑在哪里啊？啊？啊这是圣剑吗？看来超丑的。也是啊，就个剑字而已。啊，终于出来了，明明是食堂啊。来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目标。原来啊，虽然只是简单几个字，换了位置，连想法都会截然不同呢。让文字回到正确的位置，就是勇者的责任。我赞叹伊塔利克的智慧，前往下一站。温纳储物，储物。走进维修站时啊，光头师傅正在面着面具敲敲打打，似乎早就算准了我定到的时间，马上抬起头来。光头师傅话不多，自我介绍是安德兰导师之后。看得出来他想要多寒暄几句，却找不到话题，那跟我一样啊。安德兰语带尴尬的说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安德兰说完，马上掀开柜台下方的金属大盖子。跟随安德兰沿着楼梯走向位于地下室的道场。接住，安德兰语音方正，却已完成了动作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手上多了一个沉甸甸的头盔。就是这个吗？四目头盔？四目该不会是眼镜吧？安德兰讲话很简洁，也好，说明这是件枯燥的工作，他这样才不会累坏。都、哦，有没有觉得世界不一样啦？他说：“我虽然戴上了头盔啊，但一时之间还无法完全掌握。”这样吧，你先看着我。他说：“过来呀，你还在等什么呢 ，baby？” 我跟删去文字是类似的。他说：“将分裂的意义聚集在眼前，然后运用 tape 的力量。”Tape 啊？什么意思？因为他把文字拆掉了吗？超酷！既然四目头盔有分解文字的能力，那应该也能够组合文字吧？把它找回来。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心想：用点力，应该能够找回原本的那个人吧？来吧，我知道，先把人推出去。然后他说按 Tab 是不是啊？所以人家可是好像没有别的字嘞。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我应该也能够找回原本的那个。看着自己的，他要找他是不是啊？所以他就有野啊！我刚才干嘛？应该也能找回原本的。
就单纯推的动作无法结合，要按一下 Tab 吗？用力向上推，很好，勇者。他说：“继续往前走吧，我看好你。”天哪，又是这个，应该要推什么呢？啊？文字在抖动。哦，长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？我被拧碎了、哦。我是勇者。我要，不要。好可怕！第4396号勇者死了。黑暗之中，诗人抬起头，望向无尽虚空的深渊。瑞克斯贝斯之剑、杜尔手套、四目头盔都不见了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希望消失的气息。魔龙竟然找到了勇者之村，诗人喃喃自语，还派来了双头巨人夺走勇者的三件圣器。4396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好可怕哦！对，过程已经死了4300多人吗？可这样我要怎么着走到下一步啊？呜、哦！诗人凝聚力的倒影，咬着牙说：“勇者精神永远不会消失，不会，绝对。”四只勇者依然存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。诗人说：“勇者之村外肯定有继承勇者精神的四只者，其他都不是四只，是不是啊？他将夺得圣器，击溃魔龙，解救苍生，他就是4397号的勇者。”诗人从勇者的尸骸中翻出了安度药水，哦，对方有安度药水，拍上肩上的尘，踏上寻找继任勇者的旅程。下面那什么？那城堡吗？天哪，那个龙看起来好怂哦！都变得荒原耶 ！Oh my god！天哪，这文字表达的太好了吧！再出发的那一天，就在不远的未来。第多少啦？4397号勇者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那就是我吗？给荧幕前的你，我吗？哇，是第零章，支持支持 ，Disco， 记得也加入一下我的、啊。又要走了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应该是按下去就会直接连到那边哦。那我们先不要按好了。哇，好玩哎，但这个游戏有个还蛮大的缺点啊，话好多、哦。而且啊，你把它讲出来的话，那画面其实就只剩文字哎，所以要玩的话，可能那个唇舌之力要好一点点啊，可能对于我来说啦。好玩，希望正式版出来的时候再来尝试一下好了。不过第零章哦，居然是勇者死亡，倒是也出乎意料之外啦。希望新的勇者可以赶快带我们到第一章好吗？好想玩哦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告个段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拜拜。